观众朋友，今天一个好么？反正说看福起来，哎，阿明姑刘浩米，讲起面浓，我相信观众朋友他个年头已经有烫过吼。伊面浓喺我的南埔，算是贵州有名的一个庄头。哎呀，今年伊的呢，譬如讲我的面浓的胖肉萝卜啦，同时面浓嘛还有河山河水。我哋今日要收集喺我哋米农嘅功德沙器，功德沙器睇啲我哋竹头角，啊以前有啲名嘅竹头杯嘅地方，啊呀地方咯，其实有啲佢贴喺呢啲传统，都系我哋客家八言呢啲传承。客家八言我哋其他地方其实已经慢慢地露出几多地方冇听到嘅，但是有啲沙器地杯味道爱传承，有啲客家八言，但从线上来教，也已经有13人。我们今天有请到来宾咯，是来自艾登功德沙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，我们吴丕林理事长来到现场，有同我们分享讲，哎，因为功德沙器地方有卖个好高好老了，同时伊等客家八音是用来去传承的，我们马上欢迎今天的理事长来到现场，理事长好，主持人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民农区功德沙器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丕林。吴理事长坐到来现场真的是贵欢迎啊！你这个看了贵人强的吼。嗯。提拔唐东营啊，讲摸不着的贵人强，但是你去做理事长已经做两届了哈。功德沙器体面农算是竹头包啦哈，摸到竹头角，也算是一个算是。看唐名都提供迄个具有历史的名诶，吼，伊比以前啊，都从讲个地方讲状元啦，某个国啦，某个辈啦，当初个地方都有啥名咯？其实我们的状元吼，伫乾隆三年都可以状诶。啊，其实头摆嗰度提名吼，拢系看当地种诶某个东西，种诶角度吼来按名诶。啊，其实自然的经过啊，从名的土地啦，竹头摆。土地杯骨头竹头，啊，一个村庄咯，老村庄其实土地一个竹头杯、后杯，啊，因为俺们行个地高，俺们闽南个东北角，所以嘛有人按到竹头角一个地名，嘿。故是因为竹头系睇一个算是庄头个公爱味个地方，系咪？嗯，冇错，因为俺们咧有咧，俺们个俺们。计划啊，很多强治疗害，啊，伊阿个计划个身边都各多安尼竹头，搿一个其实头摆种头，每土地有水的地方，啊，伊都拄好地一个水屯种，啊，竹头后背水很多竹头背，啊，其实伊阿个地方罗村庄，像他家应该有听过钟立甫先生文学家吼，佫有名，啊，其实也只个种头妹，都安尼种头个人，啊，其实也文章安尼小说地方也。马下都我们的竹头杯，冇错冇错。嗰时候竹头杯冇入竹头角，其实算是阿明姑认识米农诶，算是提点名。你从头到我哋呢历史上讲诶，唔单止听我哋呢钟立甫先生诶小说地杯，又讲到讲也要提名，同时睇个身上嘅高嘅地杯，哦，又讲阿米农竹头杯，吓你讲，哎呀，至少米农有啲地方喺我哋睇紧嘢，已经唔管是睇我哋呢文学上面啦、音乐上面都贵有名诶，佮贵到我哋头头。我讲，即个已经有连衣咪200历史状嘛哈，你讲一开始嘛系对职工开始诶，佮其实是哪种嘛，我想爱参加，也会三级职工，同时更加变成一个历史状咯。其实头摆吼，我行个地，我先是做事啦，啊，因为我行个学护理诶，俺讲我冇行护士，也个行行业，啊，头摆都得先做。啊，高雄市市区在药房上班，啊，因为俺的先生也博士的研究，其实拢在研究米农，啊，伊嘛本身行个米农业，啊，后来各道研究的条路吼，拢在米农，啊，因为其实出去老辈教的，哎，边也出去老辈嘛19年，想讲啊，加几年突然呢，有一个几年可以归到米农，讲凉沙长上好都讲加古来米农好诶。古来闽南过后，让安尼结婚，嫁到竹头背。那其实那下有咧缘分啊，认识咧安尼头背老李总。其实一个沙溪，拢喺那个老李总的主持。啊，伊都想讲，拄好沙溪一时爱做调查的安尼石头，啊，我其实也种调查石头爱好上个来做。啊，伊都认识爱，都问爱讲，爱你去吃可能是么？
啊，其实诶，你哈嘛想讲，既然加多亚土去慢慢的接触，啊，就做子宫开始，第一滴个天数，后来也吃嘞，第一做理事长做个半年，啊，其实安尼拢一次第一天数也诶，啥起个工作，啊，后来伊半年的任期到诶。伊都想讲，应该交本后生的来吃可能是，所以伊都猛来讲做电毛，哎，都想讲家都来吃可能是啊，都大部分他家上前按上下啦，都不爱再做天衣白呢，天衣镜。你这个因为其实嘛，个人强，我看到到闽南对来讲是另样个感情的一个地方。其实我韩西，应该我韩西都得出生。狀態像講後來都轉口養病養養嘴，其實頭擺誒我哋攏係落雨，其實地無頭風高啊，吊怪那條那條安尼回憶吼，其實攏地我的心肚裡藏，都記憶深刻啦。啊，其實出去落雨，唔感覺地落雨用的攏係水雾，攏係無即個家常的味思，無那種温暖的感覺。啊，所以我感觉，既然有一个机会第一片古来闽南生活，因为一个土爱这个熟悉的环境啊，熟悉的家乡，啊，其实土会慢慢的影响我讲，我古来这个阿伯、阿爸、阿妹拢第一的，这个认识的朋友、熟悉的环境拢第一，所以我都古来。个也唔系代表讲，这个爱乡下来嘅都市镇的嗰种，可能讲该。改繁荣的生活，同时改偏离的一种生活。搿一种生活，你当初我归去时节有想过吗？其实我感觉第一个地方习惯土好啦，其实不管在都市还是乡下，其实习惯呢土好，因为搿度嘛后生感觉古来无物个好教，无物好料，按不透。白店都冇店咩？啊，我其实古来习惯啊，唔感觉一个东西行嘅唔爱嘅生活，所以不管用嘅，唔都唔会去再去上到特别都市嘅那种生活咧。冇唔同啦，嗰种睇贵到嘅地方去，嗰只家上我个生活其实系最重要嘅。但是其实台湾嘛唔睇啦，哦，上爱看电影啦，爱弄假嘅时间，室内茶出去其实都几简单的事情。但是我前多一啲过亲，过多年前咪，甚至我哋呢亲戚好朋友全部喺乡下地方，都冇人认得。做乜我睇公德沙溪地堡，哎，铁皮板啊等呢，白岩变成沙溪地堡一啲，算是培育嘅一啲重点，同时往前创新上搞嘅十三年。不然对公德沙溪来讲，话系点样嘅一种感觉？既然古来闽南嘅，嘛系要做一些。对闽南对一个总体有帮助的考察啦，所以我哋慢慢的尽量请到客家白人，因为透过安尼总体地方的装批哦，也会我哋会问嘛，也都会讲哦，有乜人会记起呢？有乜人会找他？有乜个较有特色的东西？所以慢慢的我哋都提有客家白人一个东西，我哋都提讲透过客家公司。讨论刚刚哎，个也下个白银块拿来做沙期主要的发展的目标。从个爱时间去慢慢的去培育出来的一个沙团来讲的话，唔等当初我有想到讲，咁等爱去遇到讲一啲兴趣噶，还是讲唔等其实想保留某个东西下来。其实多多主持人有讲到，其实也无好为，真是硬硬硬硬。啊，我们一开始好，其实真是够辛苦啦。因为我们的发通中心在总督里，那一开始连像找他，我像吃鸡一样的吼，爱吃又吃不起安尼。所以过多嘛，隔壁邻稍微四百空余啦。所以我们又塞个山下去的庙去学习。啊，其实一开始好有差不多好远哦，有二十人的哦，算多。啊，他家宣土先生，一个老先生都点讲教我们来学拜印。噶其实，按个其实一种客家拜印都传统艺术的东西吼，其实够无聊啦。因为每拜拢记头拜的歌诶，唔咪像记流行歌。其实旧的年来来去去，其实最咪讲食材一起好黑吼，这样存三十年，一三十年都一个李志忠，一个同爱。个伊个秘书都等于讲，俺个上山啊，因为一个先生罗师傅，伊都讲唔怕某年伊想通教，
伊希望安尼坚持下去。啊，因为安尼商厦其实拢好商诶，啊，安尼嘛有一个公司，感觉讲一个东西，同安尼总体个东西、面容个东西，无保留下去，实在拢迄个。所以安尼有一个公司之后，过后呢，安尼来做，土个店工安尼较有信心。嘛，加开会持续下去，后两个人都慢慢的去请后生的来加入，因为毕竟年少还是没办法做应该别人爱做的事，我们都慢慢的去由后生的从我们那片闽南客家，闽南各种有客家别人的社团，我们都等于讲演变样的，我们都有演来加入一个客家别人，慢慢的。带来慢慢的带过，又带人出去美丰做厂。其实人去美丰做厂，等于讲不一样的心情啊。因为人去人买的，伊咧人骗人买的东西，所以人感觉人有本人认同。啊，慢慢的也得后生的都会认同一个文化，都会停留安尼继续传承一个客家白银的。古时提伊在沙滩地方，爱培养伊在白盐尾伊在传承，同时爱要几多年来学习一件事情，实在无容易。海滩节目来等咧，意思上我同人讲，其实睇下沙滩地方都来会发生某个事情。休息一下，我就买不多古精彩故事哦。欢迎过来，福气来耶！上上节目，我们来自闽南功德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吴丕林理事长来到了现场，同我们分享讲，在社区地方要培养我们的白移民人才，有一段无简单的事情。我想请问一下，因为头头已经讲到节目后半的时间，有讲到讲，其实在社区地方真的还有真的剩三个人。因为其实要培养一个乐团，去用社区的力量，我发现真是无简单。但是你要打扮好才有我的呢，闽南各种的一个白银沙团呢，好，毕业以后，有唱到他人叫我来，算是练习嘛，吼，叫我去做场嘛，吼，其实真是如果结合到其他位无同样的能力的人，吼，叫我来一个沙团地盘。啊，但你讲其实睇地盘，你即个嘛有机械的嘛，吼，机械系以前即个入位还是讲加入以后那块是好的呀？其实地盘白银团地盘吼，全部拢系唔系原本安尼音乐学院出来嘅人，像安尼拢完全无基础，嘛无上到即个行业条路。啊，一开始都等于讲嘛，喺地考场地盘学习咧，一开始爱行诶学社会，因为社会其实最简单啦，爱学一定要托先托最简单的来学，让有信心。啊，社会其实都像安尼结识学诶子弟相同。啊，因为都多多讲人人来来去去，啊，其实白银团最重要的除了他的土黑县的，噶因为某人慢慢的安尼基县的人无安多的，阿妈师傅都感觉唔应该来学一个东西，既然我传承，讲一个重要的县的唔应该来学，啊，所以爱慢慢让来接触学基县的。Yeah, 其实也为故事摸你都最清楚嘛，就等于如果伊在沙溪啊，对于开始他个人是怕风了。可是讲伊在沙溪本来如何伊在音乐个，好比讲音乐之都啦、音乐社区的话，哦，佮真是如真是规划讲。可是讲因为沙溪地方味道而传承白盐来讲的话，哦，他个人开始来学。故事摸你都最低嘛，一开始混个，俺能讲王手啦哈笛子。莫如讲后来，如果是讲摸人机械呢，都放了机械呢，好而且摸。唔开始学，学到可以，唔依然依味讲嘅技要实施，无就系差唔多一叫啊。其实机械呢，唔系用心吼，我嘅师傅一次讲人讲，都系叫练上讲啦。啊，就等于讲一次练啊，其实我哋那下几乎一礼拜都练咧两三日。都他家做二十条，总有两年上班，做些黑嘞，俺不听，俺都私下地安尼上下一见面做练习。你哈慢慢的记，其实你真是用心的，花应该半年，都会记。俺个其实会记，同记到后堂还是冇相同。俺感觉俺目前弄一次还得研究师傅用的，该记到安样子安后堂。
咁你更加出来，比如讲，头有讲到讲，比如讲，你闽南国中嘅白岩团嘅生意咧，吼，向我带出去做厂，更加话一般来讲嘅话，可以出去做厂嘅人差不多有多咧。其实我们传统的白银其实行的四十年，其实都做得嘞。按过因为也得后生的演过游戏，演从介绍，有得从有啥从介绍都开始慢慢的接触啊，接触啊。其实我们带出来的差不多有四五十，哎，可以带出厂。按过其实我们大家冲下出去吼，我们还是尽量维持有得会。个传统的安尼做创的时间，安尼还是尽量用四十年的方式来做安尼。因为吼，因为做从建安差不多团嘛，有一段时间吼，安尼你全部都用绷带的吼，绷中间带啦吼，无就绷卡带，其实蛮用卡带的时间。但是后来慢慢的都开始谈到讲，开始有人会开始用真人去做时间，你就发现到讲哇。原來有真，就是有現場提嘅做場嗰種感覺，而會停頓嗰種儀式的進行，而係要嗰種東西，如果唔係講人哋示範用標過嘅，我比如講一時啊標嘅哦，好永遠都採嘅團。但是有的時候看到有你的真現而提嘅做場嘅時節，哦，真的行到那眼光都冇都改變嘅，冇得講行到那嘅某個時候要停嚇，某個時候要行。真是完全现场做创的感觉，会完全无咁样。因为现场的主要我们行的皮下礼神欣赏行礼嘛，都多讲的以念到那，我们都行到那，还把以贴就以的功法，我们可能都会慢慢的从人转世上用的，来记世上一些啊，人无功法的，我们都会一次记。其实一个我讲安尼真实的人去做创。嗰度安尼上前去到安尼美方创业咧，哈，如果感觉哦，真是用真实的人的机吼，你咁老年冇种病带的安尼按时办，啊，一条线上嘛，我感觉讲用真实的人哦，以各行各业，各会各顺，系啊。真是你有点讲能够现场伴奏哈，嗰种真的感觉都冇强样。可是观众朋友看到更加，我发现到讲，咁冇上下的呢，讲得啥气，那只能发放白音呢。其实冇人看下的现场带很多东西，因为其实咧啥气地方吼，唔单只有一啲白音的沙团，其实嘛有几多的发展啊，但是完全冇同样的东西。比如讲，你今日带来现场地方，我哋例如看到蓝音啦，还有我哋看到话，其实。啊，相信观众朋友有看到了，因为以前啊，怎么不用给某个茶壶的人啊，能够翻盖的这种细细的铁篮啦，还有外头呢木工的等艺术品啊，等马上请啊，等李师长同我说明一下，可能对我的南洋款式哦，因为你的南洋托也实在是会讲嘞，其实南洋吼地岸的呢总体吼，因为伊嘛是有历史的啦，因为头摆清朝的时间，安尼呢中国都安尼南洋的安尼错的，很多安尼很多小青、小强的，啊，今安尼有了人工木兰，啊，因为有那个历史，啊，头摆安尼呢嘛，嗰度墙高的全部粘布的咧，啊，因为后来他家就发好的。上夫各方片，所以那些南洋的东西又各安尼各功夫啦，所以慢慢的都被人淘汰的。啊，因为安尼那边有咧工薪结束，伊嘛在发展安尼南洋，啊伊嘛有好讲有发展四年的时间，一个四强的个中国来。那其实安尼拢有咧批下，都等于讲。跟一个南洋的东西，安尼慢慢的给清古来，本身呢可以从中加到沙去呢，他赶紧又可以来念。那其实念也得推啊，其实同其他的总体还是其他的地方差不多。按讲安尼土味去发展安尼即个特色。像用沙去的力量来推展南洋的话。噶沙琪嘅角色係乜呀？沙琪是講，譬如講賣燃料，還是講去發膠，還是講系統，提供一啲廠地盤，他肯定佢是嚟第一地方可以做南洋嘛。其實沙琪嘅環境強嘅，他家攞佢嚟也是，安尼用嘅地方啦。啊，因為安尼慢慢以來，安尼更加土一個考察南洋，其實一般人愛接觸，其實冇方便，因為一個燃料嘛，個貴。啊！我哋第一做一个沙器，我哋感觉一个东西明明只个总体的东西，应该本总体人慢慢来了解，所以我哋等于讲
然后我跟工程结束沿那安尼个沿中个西墙个做个蓝顶哈，来安尼粘条安尼蓝料本安尼沙棘个基面块来都也粘一个布个。对咯，沙棘就算是一个小作坊啦。好，本他讲你可以来东岸的沙棘地方，去过一个自然的来做一下蓝料，同时把一些技术传下去。佮从做成拖一下部分咯，其实有另外一个裁缝的一个队伍咪。其实我们前头的也都有妈妈吼，拢是沙棘的妈妈演，阿演其实老公下摆上班的也无去地方好去，也嘛会参加种我们的有沙棘太好的课程，阿个开课程也都要也都妈妈来参与，其实演加工。头摆嘅人吼，拢会加工另一些东西。冇唔错，嘿，啊，我哋都感觉，一个东西，南洋嘅东西，唔来洋嘅，唔要像洋一块布嘅，我希望能即个提出想法，佮做成一个能感觉即个摆起来嘛，感觉各得意嘅台嘅，所以我哋都慢慢嘅，除了洋，佮会量东西，啊，量东西，了就台嘅拢系妈妈人即个做起来嘅。可能有啲人咧，都看到话有迷信咯，吼。啊，有啊。对呀，佮像这边咯，其实我也已经过久冇看到嘅，我已经觉得讲一种东西系工业嘅一啲产品咧。像也当初我想发扬一种嘅商业嘅铁男嘅咯。其实米农啊，一个发南咩啊，铁锤男，其实佢有名。啊，我可能像米农有看过一个东西，啊，因为一个老师傅嘅。都讲安尼，一开始我去调查，啊，都发现，一个老师傅居然行个黑咧的安尼做头摆，啊，伊目前已经八十人岁，伊古个面容都抢伊在做，啊，我感觉哦，一个东西对安尼 help 来讲，个创业因为安尼无用过，啊，一个按创业个东西，个到装皮来讲，一个突然头摆个家长突然。你安尼嘅感情来讲，都条白妈妈也送俾伊嘅家长，所以我都感觉，一个东西，师傅有八十人岁，再冇保存，一个东西真是会消失嘅。所以我都透过沙棘力量，每场调查记录都好，可能还有下去跟一条技术全部学起个生活来。啊，等那头东啊，在历史上有讲到讲伊冇用过啦，可见啊，等那历史上是在讲影响啊。你阿明古板些话有看过吼，啊，你就从头东啊讲诶，从遐铁的算是南的地方啊，等冲冲以前系拿来标啊，等那反间，好，因为可以过滤水嘛，哈，或是我标反间啦，标一些搿种种作啦，标我提起个最细，佮冲也标了，也从个伊的技术来讲的话，伊系完全用手工去捏。嘿，因为那其实啊，安尼看到种塑胶棍，其实名起来公安底部弄起阿阳先，嘿，那头摆一开始冇穿棍的，安尼师傅冇穿棍的，啊，因为结缝我用个家长吼，我还是爱缝缝，安尼看起来够稀稀，所以都慢慢的有穿棍的来安尼做起来一个男的，啊，其实一个。最大的专门空上服的，因为既然头摆，因为我去准备西上服，西上服，啊，人南美迄铁人，万一行到半路，上服都跌枪的，安尼都无好，所以伊都师傅都用个钢眼的阿岩线，所以个那下开始好诶。好个系一礼拜差不多梳子工吼，种个个太紧。咦，我其实从外面家己的塑胶管呢，其实嘛，我唔会上炉啦。好，因为其实讲，那些牙龈线的话，因为也大部分炉系用过度爱同多爱多多水的。好，因为一方面伊嘛有过滤水的这种功能啦，譬如讲，水果。平常伊洗洗啊，冲冲啊，吼，佮水落排，可是伊冲冲要多多水，可是佮别人就想，假伊个塑胶管呢，其实系个错个，伊咩样个讲唔会上路。但是真是从头头唔只个讲个呀，我实际我过用力吧吼。一个爱发心思，虽然为后，按个其实伊底部有嗰度细细安尼技术的底部啦，啊，迄某师傅敢讲吼，即个拗嘛拗会起来，啊，像讲为安尼拗拗啦，拗拗安尼磨脏，磨脏，嘿，磨脏，看好人唔讲。佮像安尼一般来讲的话，能一算是一个好奇吧，一个好奇很用个搞，也传承也会继承咯。其实安尼开课程，安尼我先了上阵也去问。然后，一开始其实一个东西
快活啦。啊，师傅年纪嘛大，人都先从细先，本他家去理解一个技术行的用的，再来慢慢的发展，各花时间，各花力气的大的安尼发那咩来做。嘿，我们发现讲，其实也还真是一个个有彩的特色的一个产品哦。可是看到人家，我发现到讲，其实我们的功德三期地步，唔单止有百年，来有一种几多我们的客家人以前生活地步会用到的东西。休息一下哦，下一段节目我们卖几多个精彩故事哦。欢迎回来，福气来耶！上档节目，我们来自美浓功德沙旗的吴丕林理事长来到我们现场，同我们分享讲我们沙旗推广的理念，还有我们的法兰的。但是我们现场地方也蛮看到许多的无关的艺术品。我想问一下理事长，当初侬想要去发展无关的艺术品？其实沙旗我感觉都好发展自家特色的东西。啊，其实我们闽南都中华的国度。啊，其实无关，其实他家安尼无国血的吼，其实拢留一块天空啦。啊，我们是感觉应该跟一条我们菜地的东西拿来做考察来研究一下。后来我们都感觉一个无关，像安尼欣赏来搞，都感觉无关。干拿来编，啊，我其实编一个无干，其实各种人为，我哋慢慢嘅都来研究，同沙琪嘅妈妈也研究，我哋都要计拿来做安尼花，吼，啊，本他竟然可以，去研究一个要用嘅处理，个一个花，然又可以带过去卢卡同西尼呢。讲哦，也给自家做，各有成就感。对，冇错。其实你看，做出来的花式子吼，也真是就变成一点无穷的一种，算是表现的形式吼。因为其实一般来看都让人无关。其实无关艺术品看好了，各种贵异的样哦，其实我执我执无关无简单的吼，我把人的变好了，真的是我够设定的。系啊，因为像我哋啲麻绳用嘅，其实我用啲营养嘅工钢厂，啊唔系要滚起来吼，你又唔会多时间哦，拿过一度三枪枪，所以其实第十年无关嘅吓，其实冇去发嗰度力气。冇唔错，其实佢我哋讲是一个粗活嘅吼，就是冇简单，看好嚟按意味东西吼，但是其实做好了真的是唔会输压发难嘅嗰种爱肥嘅嗰种树力啦吼。从一般来讲，我把建工更加讲得三期地板，当然嚟讲，意思嘛，算是一个传统嘅一啲客家种啦吼。一边有啲问题想问我，譬如讲睇啲一啲按传统客家种地板。生意的工合化为一个长途国母。其实我们的多种头吼，其实拢有旧上的客家人。我后来嗰度新出面，佮还有因为我们的发展压力呢。所以嘛，嗰度我是咧义工入来。其实生意呢，因为阿爸阿妹后摆要地老辈做生，变得嘛无嘛会讲。啊，生意呢？自然慢慢的以接触今年发年的机会嗰度，嘛变咧无嘛会讲。啊，其实我们慢慢的沙起又发现一种问题啦，所以我们同因为我们那边有咧小学，其实学生嘅个少，啊，我们都感觉一个东西合法，一个东西无发展嘛去弄起咧，所以我们都同小学来结合，尽量跟四年的考察。有条可以带个总头独立，不然去总头同一条老人家对话，因为其实讲客家话吼，都系要有一个环境啦，有一个对象。啊，喺卢卡，大家人拢讲华语，咁安尼透过考场，个人带个总独立来，啊，不然安尼任务。哦，去屯那条老人家去访问去聊，啊，后背有本嘢，伊咧奖励，可以按咧冬天差不多点买东西，啊，我都会有伊咧贵天啊，都会讲合法。其实一个过程慢慢的演，去训练演吼，演都变咧，老人家跟讲合法，伊都会慢慢的去潜移默化合法去跟老人家讲。但是有时间吼，譬如讲安尼鸡巴看好了，安尼这算是一个几好的鸡巴吼。但是有时间，可能讲教育部门有时间啊，让我一同沙起合作一件事情吼，
唔知我啥期先行出去，还是讲教育部门先行出去？啊，一部分当初唔得很勇的，开始做替补的一对合作。其实我们行的感觉讲先行，你去我讲第八种，我讲我们有暑假寒假，因为社会教其实也子女蛮无安度，我感觉下摆暑假寒假，所以呢吼蛮无奈好去，所以我讲三期去都我讲第八开考场，啊我们都喺钓过一个时间，你去开考场，介所以呢吼不愿意接触合法一个东西。慢慢地代言可以去总头行了，啊，我哋攀法都嘛轻量地总头地去攀，本身也可以行出来安尼。其他面农嘛，看到佮稻香头头安尼讲个呀，人强人贵起面农，同时嘛有爱天人都面农去开店的，啊，像你个沙溪地块有安尼一个店的无？我哋有两间店的，主要行个两个后生的鼓励，其实也拢嘛系算讲，可能爸爸还是妈妈拢系闽南人，都两啥拢系鼓励，可能一个庄头跟落户的去装修，像有咧之前在台北咧杂志社做事，啊亚公咧佛房，伊都等于讲鼓励，跟亚佛房改成民宿。过安尼招待人客，过隔壁有咧天龙寺的养老，伊都等于讲跟一个养老装装起了一般人客躺音乐的空间，底部都有双千块的黑胶唱片。啊，另外一个行的太好毕业，地台北迄毕业的都谈论阿妹，古来阿婆卢卡。那亚妹阿妹那行的开补习班的，伊等于讲古来安尼一个总头。下摆我开一些课程教四年的写功课，加一些阿妹的都相同的天数。啊，其实慢慢的虽然无后来无教四年写作业的，啊，我隔壁个阿婆的老母伊嘛，还慢慢的整理，改变成咖啡糖。啊，佮嘛迄电工第一加本面容在天然，嘛第一讲四年的。古时候其实我们以前隐蔽讲，我们过偏僻的地方吼，慢慢的有人强行过来，吼，帮了一点开在外面开一种咖啡店的啦，某地方开民宿啦，吼，真是变成，我们讲过无聊的地方已经不按无聊了，然后每讲八点以后都完全无人无所的。其实吼，睇对闽南来讲嘅话吼，我哋过年一件事情，睇闽南算是一个过特别的一个，算是一个发通啦。因为差不多到过年 Q 啦，过年嘅时间，闽南都开始会人家。啊，其实睇竹头包吼，有啲过特别的听下，等你长一班嘅时间，长一生嘅时间，有啲过特别的一啲老总嘅发通，你是种很用嘅老总嘅发通。其实长一生对我哋来讲，个重要，因为有总体研究嘅，有个药妆嘅。阿哩发通嘛，有差不多有百年嘞。除了之前疫情嘞哈，有稍微停办了两年。啊，我其实一开始，一个发通其实对我哋来讲，总体来讲吼，个重要，因为一个行业，他家可以恢复诶时间。啊，因为新年复嘛，都系一年嘞最开始。吼啊，新年都会跟天公爷、跟神明恢复。啊，一个时间哦，长年生阿哩。中度的主要有四件太庙，噶他家都会出口的，哦啊，他家庙方地方人、总头的人都会来填数，噶一四个太口，他家都从我们呢有咧上上吉王庙西下，个都开始游庄，游的范围都定讲竹头背古叶总头，那只要经过呢，有的中以为你去佛房地背捞，啊有的会行个路线，他家迄路线呢会摆马座。啊！一个客位来，他家都会吞一条生命祈福。跳过跳拜之前，还会有安尼个新年的会拿安尼灯用。啊，像讲健康无安度新年的也拿灯用。噶第游庄咧哈，其实各种爱天，迄个的爱天的人吼，安尼后生的啊，还是拢会跪到庄头，因为刚刚也一行个庄头的太师，所以来到也。行李衣服个白银一个时间嘛弄会出来，天数。佮种也会老庄个的，迄一年全部老去，还是讲有分业的？伊都一年，长年十五那边业，下组，下组差不多四五点，是哈，一次老多按布条都，我还老下组的哦。伊行个伊
土木像萝卜叶整，哎，我加过多整条，安尼都短单纯，都时间太慢要扣的安尼，都得油装啊，衣服，各位诶，差不多九点十点啦，我老贵常常给我们，安尼下喏，虽然讲无油装诶，按讲安尼那下还是我行李。白天工过行上天里哦，贵地片的吼，因为有的我以前老总，其实他早晨都开始老，但是你下做四点开始歇下吼，暗老暗补呀呗。可是我的以前办事的时间吼，从头你讲，哎，我那还一般太的时间了吼，而且都是真的特殊工作，甚至旅游特价。可能今日节目都分享到讲，其实我的以前演比的偏向啦，以前演比的上下。其实更加贵发展嘞，甚至讲有贵多人留喺听下人嘅乡下地方，去保留贵多人传统嘅技术，同时嘛有贵多人强人重新回到我哋沙溪地方。如果今次我哋呢批人来到现场，同分享很多很精彩故事。感谢主持人，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我哋呢功德沙溪行了，感谢大家。休息一下喎，得听下人欣赏来，听下运通哦。我跟福气来的观众朋友，记得去我的面书、听赞，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，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。